我们现在站在大英博物馆特展馆的走廊里边，这出现一动物，长得像什么呢？有人说牛、羊、驴、马，甚至有人说是骆驼。为什么说是骆驼呢？来，注意看这动物的背后是不是凸起这块？很多人以为是驼峰，但是呢，真正它的名字是头牛，叫做什么？南迪神牛，是呢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坐骑。据说的他的居所就在神山冈仁波切里边。那印度教里面非常推崇他，印度教不吃牛肉和他有关系。他的形象除了这样的牛牛之外呢，还有个牛头人身的形象。注意怎么分辨呢？手里拿狼牙棒的，一般就是南迪神牛了。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？会觉得